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这里是 SNG 女团的成员，我叫赖敏云。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 SNG の SNG グループのメンバー、ミクマ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进女团之后，有些姐姐嘛，她们就是有大学生活啊，或者什么，就说自己之前被多少多少男生追过，然后完了之后自己啊，自己之前就是多么多么风光，在学校里面是风云人物，被校草追过啊，就是我都没有，所以就很羡慕他们。嗯，我就是800的，在那边宾特别，炮兵并排，北边跑，炮兵跑吧，然后跑吧。但真的是舞台，就是很你会很喜欢，就是在台上唱歌跳舞，而且呢，唱歌跳舞，或者是你做的任何事情，其实底下的人会给你的反应，而且会觉得会给你一种很好的反应，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很满足。当时参加那个节目，就是那个我想哼唱，我在直接在节目上破音了，然后回来之后，就很多人在那说啊、哎，这样子也能出道，我也能出道了，什么什么，哎，这个你看现在女团就是这个实力。看到那个评论之后，我整个人就不好了，就是有一把我就直接是，就是在那个厕所里面，像过呼吸一样，就是整个人在抽搐，然后已经到那种呼吸不上来，然后手脚已经发麻了，然后我还在那里唱这首歌，我还在唱那一首歌，就一直在唱我破音的那一句，一直唱，一直唱。其实你如果真的去细了解每一个国内的女团，其实她们都不是很差，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不愿意去接受她呢？就我是觉得可能是少一个舞台。